Hello， 小笨蛋我是阿英呀。这次我用的是杨八呀，这次对手还是明塔盾啊。不过这明塔盾是电视机形态，这看上去就直接运用技能变身呀。哇，打出200连击，这次明塔盾变人形，居然还没有颜色，而且攻击变得猛了。他 T 的伤害贼高，我这血量已经减了这么多了，这次竟然340连击，血量减少一半啊。咱们还是先往后撤吧，来小招。啥情况，他竟然没有减血，看他处于电视机状态的话，除了咱们平 A 他是不会受到伤害的。他这在屏幕上弹来弹去，不但我竟然还减我血，还讲不讲道理的，还能远程攻击，躲着飞镖飞得很慢，一低头咱们就躲过去了。再给他小招，竟然还不减血，我就不信了，再来一个好吧。看这他不掉血，还白给他增加蓝条啊，这蓝条你马上就满了。打着打着，我就发现怪物小孩又出来了，这 MT 也太不要脸了吧，扔出一个飞镖就躲进电视机里，根本不给我打他的机会啊！刚砍一刀，他突然放出大招了，咱们先往后撤吧。我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啊！我去，这么多飞镖，满屏都是啊！还有我可以趴下，我还有一些飞镖打到我身上，疼啊！这样我趁他攻击来给他大招的时候，我现在才发现我原来大招也是发出激光呀！正当我以为大招没的时候，竟然还有后续啊！哎，这么大羊头，这激光打掉他那么多血，没想到他反应还挺快啊，果断变身，让我没办法接近。我去，他不讲武德，又躲进电视机里，能不能勇一点，像男人一样？刚准备砍他，他又发了大招了，不过这次竟然召唤出一个白色的狗，呵呵，这狗还在笑呀，我好像没啥卵用，没想到砍到小狗了，结果这个神反狗竟然原地爆炸呀，将我直接炸到外太空了。我太难了，还这么嚣张的向我挥手告别，看我这洋霸气的眼珠都瞪出来了，呵呵，这沮丧小表情也太萌了吧。这次我用帕瑞斯来对战彩色明塔盾，刚局我还可以选定其他人物来帮忙呀，让我选小花吧。我原本以为帕瑞斯很强啊，没想到他是这么萌，只是白手攻击，还能打出骨头攻击，不过每次只能打出一个。不过我这帕瑞斯表现还蛮到位的，呵呵，还是嘲笑明塔盾，受攻击还露出满头大汗，我也是醉了啊！这电竞怎么老是变身呀？而且我发现帕瑞斯和明塔盾的人物形态好像呀，都是粉色的鞋和衣服。但是明塔盾又来攻击我时，我还能用骨头来防御，气不气？打不到我吧？当我准备用骨头攻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竟然按住了大招呀！不过这大招我真的没看懂，召唤了一个粉色的小猫。我发现派瑞斯是不是娘炮呀？他刚被打下还逃跑，不过他好像给我了一个假发，这假发没啥卵用啊！刚刚掉下来书是啥情况？也没啥卵用。我原本以为是炸弹呢，好像我只要被打就掉下这本书来。我去，这头发掉下来什么情况？怎么出来一朵小花呀？这小花大招吗？这怎么不攻击呀？小花还是厉害，弄出一个仙人掌直接把他拍飞呀！我这一空中转咋样？没想到还能打出一排骨头攻击呀！我去，我这头咋掉了？直接当石头砸了过去吗？帕瑞斯的生命力还真强呀，还在乱动，这也忒搞笑了吧！这我这头怎么回不去了？完了，身体没头似乎是动不了了，这直接被秒杀了。这是滑天亚的大金呀，这游戏。